年25岁嘅邓月平近年忽然富贵，除咗自资开工作室，仲同朋友合资开设中医诊所，当中豪花月薪10万，请中医师傅一度成为业话。出身于普通家庭嘅邓月平，19岁嘅时候喺铜锣湾一间泰式餐厅做侍应嘅时候，被网民偷拍，而且上载到高登讨论区，因而喺网上走红。同年佢就参选由电视台 View TV 举办嘅选美节目《美选 DNA》，并且签约为经理人公司 GME 旗下嘅艺人。年纪轻轻的他约满离开 GME， 并且选择独立发展。原来他更加豪住复式独立屋。日前他出席金像奖慰劳宴的时候，更加公开了自己的衣帽间。房入面除了堆满了手袋和高踭鞋之外，更加有不少来自 MS 的橙色盒，可以见到他生活非常富贵。